嗨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噔！OK，今天呢，我想介绍一些专业给你们。等一下，好，你们看到这六罐东西，这个不是 sponsor video 哦。你们看到这六罐东西啊，这六罐呢是素食者可以吃的，看到吗？Vegan food, certified vegan food。为什么我会买这六罐东西呢？那么其实，我的小猫好乖哦，我的儿子，我去哪里它都陪着我，感恩哦。那么其实呢，这六罐东西呢，我觉得市面上哪里都有卖，但是呢，我会选择一些是无糖的。为什么呢？糖分可以的话就不要吃那么多啦，因为糖分对我们的身体伤害很大，而且呢还会引起好多皱纹哦。所以这一些呢全部是无糖的，而且呢我在 Love Earth 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 buy two free one，所以赶快去抢购哦。记得这个不是 sponsor video，很多地方都有卖，我觉得我有看到，但是它都没有这个优惠。那么我在 Love Earth 买的，那么这些呢都可以是给素食者，或者你不是素食者，或者你在你的 transition period，transition period 就是说，我从肉食我想去素食，或者是我想我从素食我想去断食，那么你都可以用这一个呢做你的中介，去转换你要去的地方，你要去到的目的地。我也是在适应这个，他们每一种都很好喝。这个呢是 walnut 掺 hazelnut，他们都很棒，很好喝。这一个是 rice 的，假如我没有试错呢，这一个呢它有一点点带酸。其余的呢都是很好喝，快点去买来试一试。而且呢，它还有其他的款式的，还有其他的味道的。那么你们试了过后，你们告诉我你们最喜欢哪一个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哦，感恩，记得哦，散播爱，spread love，spread positivities，I love you guys，我爱你们。这个世界呢，只有爱。没有恐惧，所以呢，当你有恐惧的时候呢，要告诉自己我要选择爱，那么呢，一切呢都会从爱那里发源。给你们，祝福你们，God bless，Bye，love you。